1000多年前，郦道元筑水经。500多年前，徐霞客探地理。曾经的地理学只能用脚步丈量天地。1951年，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成立，地理系同步建立，大师学者汇聚一堂，从此新中国的地理学再添华章。东海之滨便有了一段开天辟地、格物致理的征程。数十年砥砺歌行，我们始终秉持同心同行的理念，脚踏实地，铿锵向前。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底蕴深厚，名家大师辈出，学科方向鲜明，科研成果丰硕。今天我们只有传承历史，秉持特色，才能创造卓越。华东师大地理学的队伍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屡创地理学发展之佳绩。翻山越岭只为勇攀高峰，传承特色只为跨越发展，步履不停只为追求卓越。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地处东海之滨，毗邻长江入海口，深感汇聚开拓之力量。华东师大地理科学70年的实践证明，地理学的发展必须要加强深化多学科的交叉跟融合，才能产生新的火花，创新思想。汇聚教学的力量，贯通博雅，育学科之精英。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立足世界学术前沿，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形成5大学科特色方向。汇聚科研的力量，创新突破，融理论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是国际同行们公认的地理学研究学术重镇，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汇聚国际的力量，洞察前沿，传播全球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强调经师致用，以人为本，积极协调人地关系，将科学研究和区域特色、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紧密结合，汇聚人文的力量，反哺民生，协同区域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能蓄地学精神，厚植家国情怀，与时俱进，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汇聚时代的力量，科技赋能，服务国家战略。
长江巨势走东海，万里激荡胸怀间，行大道，天下为公。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将为人类社会之美好前景而奋斗不息。开天辟地，华师有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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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